挑战一天只吃黑色的食物。早上起床把黑芝麻放在焦糖里做一个黑芝麻饼，早餐就吃一个黑芝麻饼和黑蒜。午餐把臭豆腐放在石板上烤箱做一个香辣臭豆腐，中午就吃臭豆腐和黑水。晚餐把黑米放到锅里做一个黑米饭，晚上就吃一个黑米饭和黑凉粉。真是舒服的一天。这玩意去香肠可多了。你懂什么？这种是个宝贝。还是个得劲啊！这个倡议百分百，零糖乳酸菌，零蔗糖，零麦芽糖，零葡萄糖，零果糖，真正零糖酸甜极辣，跟小龙虾绝配啊！而且每瓶月亮小于半个苹果，大口吃肉也没有负担，还添加了 K56 专利珍珠，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。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先上天喵 get 我的同款吧！一个字，真爽。